在手机上的格斗对战游戏《香肠传说》近期公布了续作的全新预告影片。《香肠传说2》接续先前的游戏玩法，玩家将成为一名香肠战士，为了自由而奋斗。在决斗中，玩家能使用叉子插入各国民族制作的肠类食物，和对手展开一场激烈对决。游戏将透过 3D 碰撞物体演算，真实呈现出不同弹性的香肠彼此间互相对撞的场景。究竟这场食物间的对决最终会鹿死谁手，就等游戏上市后由各位来亲自上场尝尝咯。